闽南话，寝食难安，应该怎样想，怎样写，要吃要睡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茶饭不思，寝食难安，形容情绪或者精神不佳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。一欢乐加要吃要睡，他烦恼到茶饭不思，寝食难安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